八岁才下报名去，天才靠 YouTube 自学。这么美的肖邦即兴幻想曲，竟是出自八岁的小孩子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他竟然是靠着 YouTube 上的影片自学。画面中的场景，在英国伦敦的圣潘克拉斯火车站，这个名叫杰的小男孩，熟练地坐在写着"弹奏我，我是你的"的钢琴前，任音符从他的指尖流泻，行色匆匆的旅客都忍不住停下脚步，驻足聆听。这个影片短短时间就创下20多万的点阅数，网友大赞真是天才，连妈妈都上来留言道谢呢。